好，我是陶乐斯，我现在来到双狮。今天呢，我们刚很犹豫，本来就一样看了北堤，然后臭水，然后双狮，然后就很苦恼，今天到底要下哪？如果是在头城这一区啊，因为陶乐斯从最开始我的浪板就是寄放在这边的店家，所以对于这一区域的那个浪点比较熟，从最南的臭水，然后以前还有南堤，然后北堤，然后双狮到蜜月这样子。想当初啊，我们第一个冬天的时候，南堤还可以冲浪，哇，那真的是我们新手天堂。peace 很多，当然也是有很可怕的时候，它就很像是台东的金尊 VS 小渔港那种概念。因为最近有一些就是今年夏天才接触到冲浪的新手朋友们私讯陶乐斯说，哎，他们要迎接他们第一个冬天该怎么办，所以呢，陶乐斯今天决定来分享一下冲浪新手如何度过第一个冬天。首先呢，就是千万不要变胖，这是真的。因为陶乐斯之前买了一件新的防寒衣，但是我当时在买的时候呢，体重还是五开头。因为陶乐斯上个月生日，真的是不小心吃太多，现在突破人生新高，已经六开头了。所以我很担心，我今天不知道防寒衣穿不穿下去。对，但是因为在挑选的时候不可能穿很松，你是非常非常的 fit， 这样下去的话，就是水才不会一直进进出出这样子。所以就是第一件事情，记得不要变胖哦。再来呢，其实是很严肃很重要的，就是建议，尤其是刚冲浪迎接第一个冬天的新手们，建议一定要找教练，然后结伴同行。对，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是因为冬天的浪啊跟夏天非常非常不一样，就是撇除台风浪啊，跟一般的夏天比起来，它风大很多，然后流也强很多，然后浪的 size 也大很多。光是流强这件事情，新手们常常会被很快的流走，然后上不了岸，所以会建议找就是那一个地区的教练，因为他就是几乎每天在那边冲浪嘛，他对这边的地形是相对熟悉的，他带着你这样也比较安全。再来呢，想要呼吁一些有关安全性的东西。对，因为其实对新手来说，有时候都会觉得既然滑不出去 outside， 那我就在 inside 玩吧。但是其实冬天有时候 show break 会非常的大，那如果你是在很里面那个很大 show break 这样扎下去，你如果是头啊颈椎啊往沙地撞下去的话，你可能就会直接昏过去。如果大家有加入那个一个 Facebook 的冲浪分享社团的话，前阵子有一位浪友就是分享说，因为他有用 GoPro 架在他的板头，然后那一记录了他那时候砸下去之后，他是瞬间全身无法动弹，然后他就只能是靠着运气，可能浪把他推面往上，他才有办法呼吸，然后才有办法呼救。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蛮危险，所以会建议就是新手们，如果你们就是因为一定一开始冬天出不出去 outside， 那你在 inside 玩就要特别小心这种所谓 show break 的浪。那再来是，如果可以不要气板是最好，但有时候你可能在很尴尬的中间，你可能试图想要往外滑，但是就会在所谓 outside 跟 inside 的中间点，那边有一些最尴尬的是，有时候那个浪突然拉起来，你就会看着它好像就要在你眼前这样砸下来的感觉，所以大家都会很害怕。那如果这时候啊，你还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就是越浪的话，那你至少先瞄一下四周是不要有人，因为这样避免你的板子射出去才不会射到它。那时候如果你真的很害怕浪要砸下来的话，你可以把板子往你旁边轻轻推，然后双手抱头，然后先潜下去。那记得下去的时候有三大的重点哦，一就是护头，然后二呢就身体蜷缩，然后三呢脚一定要缩起来，因为脚直直这样下去就非常容易会拐到受伤，很多人就是冬天脚受伤就是这样。然后呢，等到那个浪这样过去，然后慢慢的一只手继续护头，然后另外一只手出来寻找摸你的那个脚绳。然后因为通常浪会一直往 inside 推嘛，所以理论上你若潜下去一段时间了，再要上来的时候浪板会是往里面，所以你在摸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是一直往 inside 拉，然后这时候你一只手护头一只手起来的时候，你就比较不至于说被浪板去 K 到。如果你掉下去第一时间就起来，你有可能你跳下去的时候你的板子是往天空飞的，那如果它是在你的后方，也就是板子相对于你它是在比较 outside 的话，那你如果马上又起来，下一道浪如果过来会是风一吹，你有可能就会被你自己的浪板去砸到头之类的。所以呢，就是通常掉到水里的时候不要急着上来，对，你可以憋一下在里面缓一下等一下，所以就是安全性的东西。说到安全，其实啊，在下水前热身要比夏天再多一点，因为冬天嘛比较冷，所以你如果暖身不够的话，你很容易抽筋。
那当然啊，就是到上岸的时候收操也是要做确实一点，因为冬天滑水超累的。如果你上岸没有就是收操的话，你大概明后天你会连续两三天全身动弹不得。所以其实基本上啊，对新手来说，因为冬天就是在台湾啦，因为尤其是从北海岸一直到台东这边，就常常会迎东北季风，所以常常就会是一个浪况很哈扣的时候。所以刚提到的找教练结伴同行，然后注意安全，然后暖身，这些都要注意之外呢，因为冬天真的蛮冷的，所以像今天我现在里面比基尼外面穿着毛巾衣嘛，我等一下下水前才会换防寒衣。其实冬天大部分就是你会觉得在水里比较温暖，对，因为你穿防寒衣嘛，它里面那个把水在你身体保温，所以你又在水里面的话其实不会那么冷，然后反而是有时候你可能坐板等浪，然后风一直吹上半身，尤其吹头，你会觉得很冷。对，所以呢，其实会被风吹的岸上是在冬天是相对于海里是比较冷的，所以会建议说你上岸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上去冲洗的话，就像陶乐斯一样准备一件毛巾衣。对，我的毛巾有三件，然后这是最后一件。对，我有厚的、中的跟薄的，所以像这种冬天的时候就会出动最厚的毛巾衣。对，然后尤其有帽子这样子上岸套着，就比较不会风吹头感冒这样。最后最后，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心理素质的问题了。你要跟自己喊话，说我一定可以撑过这个冬天的。对，因为其实呢，新手时期的大家，每个人都会跟你说，你只要撑过一个冬天，你就会整个是大跃进，这是事实。你如果可以真的每个礼拜都来下水一两次，这样持续一个冬天，会进步很多。因为真的冬天的流很强嘛，然后那个白花一整片就像那个跑步机一样，你就是不停的滑水，它就是训练你的体能。然后一部分你也会开始比较知道那个流跟你的互动，所以你会相对的认识海一点。对，所以其实像冬天这么硬的浪，我们如果可以训练过来的话，哇，你明年夏天再冲你就会舒服很多，你就会觉得自己整个进步超多的。对，所以要跟自己信心喊话说你可以的。如果你不是可以常常来海边的人，在平常的时候可以多做一点重训，去训练你的核心肌群，就像加里斯一样，每个礼拜至少去两次健身房哦。好啦，那就是陶乐斯这一集分享，就是冲浪新手如何度过第一个冬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咯。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再帮我分享出去，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集哦。拜拜。